你们家说借就借了啊！我们家还不同意呢。你们家这是过河拆桥啊！哎，难为我们庆元，这痴情一片，苦苦等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们说甩就甩了啊！我可告诉你，没有事情这么轻松的。哎，咱们那规定啊，这订了婚。 你们就是两口子了，你现在又结婚，那就是重婚罪。是啊，随燕，你想想，你这是犯了重婚罪呀！之前啊，你们怎么胡搅蛮缠，我管不着。但是呢，现在这个家里头有我这个男人主事了，再想胡闹，恐怕不行了。不是你要干嘛吧？啊，你要干嘛？ 我能干嘛呀？来，你们进来一下。都来了哈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几位呢是专门给你们请的律师，有什么不甘心的，尽管找他们，但是不能再打扰我们家温如雪了。 你吓唬谁呢？我们家就请不起律师了，是不是吗？是不是吗？看看隔壁楼盘去。哎，你干嘛去？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哎，你去，请客，请客，我说。谁啊？谁呀？谁？哎，那个家里没啤酒了，咱买点啤酒。哎呀，干嘛干嘛干嘛？先酸呢，你干嘛那么紧张啊，段旭？ 屋子里藏女人，对不对？你还不……我看看是谁。那个我刚才想跟你说来着，但是你说你只能听好消息，我就我俩。 干嘛让我躲着他？我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就他最近已经很背了。他背是他的事情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既然我们已经在一起了，你就应该站在我这边啊！我怎么就没站在你这边啊？说了这么多，还不就是不想娶我？ 我不是不想娶你，我就是不想结婚。好，刘珂当初用各种借口拖了我5年，现在你也是对吧？既然你们都这么有主见，那为什么找我呀？哎。